完好无缺的盾。黄金应该我都挖了吧？哦，又一颗苹果。看起来都挖走了。现在箱子有，箱子里有两个苹果。好。看起来这峡谷应该没黄金了。哎，整个峡谷的黄金都被你挖完了吗？对，我真的是挖超多。哇，你这么猛！淘金，淘金客，反正就有点淘的，不太确定回去的路了。哇，嗯，坐标给你好了，九七八七。10642，哇，怎么那么大、啊？数值超大的。对啊，9787，嗯，一零什么？642。那我大概知道，走这里，从这里会有水流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这几场都没掉过附魔弓了、欸，哎，好久没掉附魔弓了，啊，平时生存就掉一大堆。千金石应该很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不再挖了。有富，再挖，累啊！哦，好吧，不要挖。你要想危险呐、啊，那就不挖。也危险呐、啊。我、哦、这好像那种哭功不看了，我、哦、看了看了，哇，这也会中。我举了。你有被射到？对啊。可是你没受伤哎、欸。半颗星啊，我好像刚断线了。喂，没有那个直播断、哦，直播断掉了，还听得到我声音、哦？有有有有有，哦，你说直播断线哦？对，因为突然看到那个闪红灯吗？哦，对啊，把水挖深不会更好掉啊？你更好掉，其实是要把天花板打通。嗯、你们再说一次坐标好不好？9787，七八七，然后呢？10642。642，对啊，应该没走错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，对对对，往这边走。哦，累死了，不过还好，扣的这些血量刚好补回来，补回来了，辛苦了，欢迎回来。你看看哦，27个黄金，哇，淘金客回来喽，累死。还有42个铁，我其实听到哭功声吗？还是什么声音、欸？我就想，那是不是鹦鹉学的？鹦鹉学的哦、喔，因为你看字幕，他会跟你说鹦鹉说话，可是你听是听到哦，是这样哦、喔，对，超可怕，这么猛啊！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差啦，但是很像哦，可是还是会吓一跳。我没有在麦快世界养过鹦鹉。就在他跟他们一起共乐的时候，偷偷养了一只鹦鹉，很调皮的。哎、欸，那鹦鹉很棒啊！那学个苦力怕，会啊，它就会嘶嘶嘶，很可怕、啊。那会不会学掉落的声音啊？苦力怕掉下来，那那很恐怖、欸。像就是会嘶嘶叫哦，是没有掉下来了。哎、欸，那你们有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要做工吗？哦，晚上啊，看要不要出去打蜘蛛啊？真的是快要专业伐木了、欸。现在等那个稍稍，等稍稍，我去尿尿。好，行，我保护你。尿尿时间。我盾牌整个外露哎、欸，阿炳你看，哎、欸，盾牌整个外露，看那边，露出来啦！全世界都知道这里躲了一个人。鹦鹉好白目哦！是啊，鹦鹉是啊，可是很可爱，觉得看它蹦蹦跳跳飞来飞去的，很勾追。
还好他没有学什么，就是钓竿钓起来的声音。那真的会被他搞到精神分裂吧？真的。我们有五颗苹果在箱子里，这么多。No No Life 不能去，没办法去。很好去啊，你就手机或网页打开，搜寻 No No Life 就可以了、啊。对啊，那是谁？对啊。可以膜拜鹦鹉，他会送你好东西哦。骗我，有啦有啦有啦，这一场是送蛮多的啦，钻石啊。嗯。丢河豚鹦鹉都会叫，不用啊，我走过去就会叫啦。没电，拜拜，拜拜。箱子里又有两颗金苹果，记得多喝水。欸、对呢。然后只要按下打开虚无藤，我要喝。其他好像没什么在作战了。嗯，蛮和平的。哇，叮咯叮叮哎、欸，快点，箱子里有那个命名牌。平板不能下载，好可怜。衣服，那好吧。裤子，巧克力在 No No 直播，搜寻巧克力就有咯。然后 YouTube 搜寻反应星也有哦。嗯，我现在是裤子这样活下去啊，反星。你说在 YouTube 时候活下去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感冒啦。没有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有之前严重。之前是声音都会变。变得超有磁性。欢迎你过来啊！大家都说等我们久一点、啊，帮你们帮你暖暖，暖暖什么？都其实在帮繁星暖暖位置。哎、欸，我们金苹果超多，有六颗了。我这边有两颗、啊，但是铁其实反而不够了，不够了啊！铁吗？嗯，对啊，我们要做铁装，没办法叠上去了，要再去找。所以我们其实等一下可以移动一起走搬迁了中心，其实不然就是先那个、啊、往中心看是挖还是怎样。嗯，看一下哦，107，其实我们离中心是有远的，远的啊，因为我们还在附近而已啊。注意一下，这真的是被压怕啦。我上次搞错位置吗？好啊，我觉得可以往中心，因为其实那边的峡谷我真的已经探索了87%了啦。嗯嗯，就剩下一些零散的铁，可是没有黄金。黄金看到我都哎呦哦哎哦，我觉得很讨厌我们这里的地。这怎么了？就被炸的坑坑巴巴，就是、明明都点亮很大了，还是会遇到啊？还是都会跳下来？因为我们就上面那里。好，我们直接在这里下面挖。可是声音怪怪，很多人说感冒声音比较好听。哎，给你。可以去掉，不用再给我太多，超级多，我现在会缺铁了。我们去打个工吧，看一下哦。唐姐，先走繁星挖的洞。那个洞不是往中心欸，有在往，有、哦、有在往，哦哦哦。Z 还要 X 要少，你们挖的那个石头数多少啊？说一下。124。159。159，我274。800才惩罚吗？还行。对。对。好，还可以。挖个400-500换人。嗯。巧克力有开啊，不是巧克力没开啊，换平台而已。那边。巧克力没开台哦。巧克力怎么不见了？开台。哇，西瓜也不多了，到了，西瓜也不多了，要去地表过了吗？这什么了？成鱼，成鱼，成鱼，哦，西瓜一定够吃，一定够吃。那说错话了，成鱼就来惩罚了。秋风吃金苹果，秋风，哎呦，那有可能是作战哦。他这血量，哎呀，比你小心，你要蹲着挖哦。有，我现在是蹲着挖的。
随时小心。嗯，好。我遇到几次蠢鱼了？三次是不是？因为有好大的岩浆池哦。哇哇哇哇哇哇！煤炭哇哇哇，煤炭四等级，等级哇哇哇。繁星跟巧克力说：“繁星好帅哦！”啊，我一直都知道啊。没有啊，他说跟你说你好帅哦。繁星很帅啊，繁星可是浩南哥哎。啊，浩南不是我。繁星浩南。YouTuber 界只能有一个浩南，那么凶哦。刚刚阿比你有移动吗？有，我刚站起来一下。应该是你，对对对。哦，又有黄金，一个小的岩浆洞。哎，对啊，如果他学苦力怕的声音，就可以放在肩膀上面去吓人呢。就是那个在可能在最后小房间遇到人，然后被吓死。奇怪，为什么旁边小房间还有 Creeper？ 为什么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不是已经清除怪物了吗？怪了吗？怎么会有苦力怕？莫非他们创造直接逃出 Creeper？ 四个等级。嗯，哇，红丝等级好多哦，哇！现在还需要做什么吗？那阿比，你来前面中继挖铁。阿比，你来找我。是这一条路吗？不是不是，另一边。我现在在那个洞路洞里。对，那条。哦。对，你就记得了，这回去可以烧。好。我持续往前挖。还有需要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回去烧嘛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我就不用特别回去。又是蠢鱼吗？我现在很讨厌蠢鱼，因为它直接就跑到你的下面。要 focus， 现在撰稿太容易触发了。你以为问挖太快，你以为问这个问题，我就会出卖我的朋友吗？我不问。嗯，这应该是我点的。有人说问了一个问题就订阅我，我说我不需要。对，不需要。不向订阅低头。你自己去问，不要问我。问阿比吧。哎，对。阿比什么时候交男朋友？啊？没有啦。是那个问题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大概的问题。大概的问题，嗯，差不多的问题。一声不响的过来，我想说什么暗杀者？我才不敢呢，我是过来送死的吧？暗杀我，我差点就要回头给你一个岩浆桶。你上去打工吗？最后一晚了，对啊，要不要去打？打工？打蜘蛛啊，打什么的？而且我们也没有见识啊，嗯，只是就八十分钟了。嗯，看啦，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资源，我们在地底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挖铁跟黄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观众的提议，我只是回答问题。对对对、啊，没有，我也只是回答。哦，啊、你看你们、就是、上去是可以打蜘蛛没错，可是在地底就有可能更多的黄金啊、铁 啊，我们就可以弄。你在地底是治疗自己，在外表的石头树还 OK 吗？还好，400，因为我也很怕你一直也被蠢一下，啊、我先盯着。你听到摇的声音是你的听错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摇的声音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多开了一个，嗯，哦，你多开了一个屏那个吗？本页，哎，又有黄金啦，又有啦，
又八个啦，又一个金苹果啦。喂，我觉得这一场那个大家的黄金数会超高，嗯，应该会有一堆在比金苹果数量的氪金。嗯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是，没有，又是纯鱼，这一次就没有中招了。需要接力吗？它升的时候，它是会在你脚下，可是它就会有深层的粒子效果。粒子效果，对，嗯、所以你挖矿就只是不能像以前一样边挖然后边看手机啊，边发呆，不可以边看聊天室。对，你就一直看着前方，看到那个粒子效果怪怪的。可以要接力吗？好，给你黄金，给你铁，应该也要钓鱼惩罚，被鱼咬到啊！这钓到什么鲨鱼吗？你知道钓鱼的，你知道钓鱼也是会受伤啊。